向授课老师行疑问训礼。阿弥陀佛，老师好。好，大家好。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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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佛学院的同学，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要向大家解说的是《佛法概要》第二章，佛陀教导的修正法门，菩萨行六度波罗蜜之这个般若波罗蜜。课本页数，繁体版在139页，简体版在63页，视频档案是33、34，图表是17。那在佛法的修学的道品当中，三学八正道、37道品、六度四摄，都是佛法修学的核心。那在三学戒定慧之中，慧学是佛法当中的修学核心。在六度当中，般若波罗蜜它是佛法的修学的核心当中的最核心。三学戒定慧的慧学不共于世间，不共于外道。六度当中的般若波罗蜜，它则是不共于二圣，不共于声闻，不共于缘觉。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法般若波罗蜜，是在大乘法当中核心当中的最核心，重要当中的最重要。在佛典提到，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般若呢，它是让我们去向于解脱的一个彼岸，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德目。所以呢，它摄导万行。我们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在六度当中，为什么特别赞叹般若波罗蜜呢？第一个，因为它能够成就大事，能够成就解脱的大事，能够解脱能够成就成佛的大事。第二呢，它能够遍观诸法实相，能够分别诸法，产生去向于解脱的智慧。刚才提到他能摄导前五度成为波罗蜜，前五度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就不能成为波罗蜜。所以前五度必须要有般若才能够成为波罗蜜。所以我们说五度如盲，而且般若能够生诸善法，一切善法皆从般若生，而且在一切的善法当中皆摄入般若波罗蜜当中。所以在大智多论里面提到，若声闻法
若辟支佛法，若菩萨法，若佛法，皆摄入般若波罗蜜中。而且佛在成佛的时候，般若呢就变成了一切种子，离般若就没有一切种子。在般若经里面，还有大智度论里面都有提到，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佛母是谁呢？佛母就是般若波罗蜜。佛父呢是波州三昧。三昧呢，它能够摄持我们的乱心，令智慧得成。但是波州三昧它不能观诸法实相。那般若波罗蜜它能够遍观诸法实相，无事不打，无事不成，功德最大，所以名为母。所以呢，般若呢也叫诸佛母。在大圣的修学智慧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那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成为大圣的般若波罗蜜？三心相应，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的性空慧相应，是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在大圣的不共智慧里面，他特别注重这个三心，尤其这个慈悲他要悲智双运，悲智合一。真正的大圣智慧，它是悲智交融的。什么意思呢？在智慧当中呢，含有慈悲的成分。那智慧广大，慈悲广大，慈悲广大，智慧也广大，两个互相交融。这个是大圣的般若波罗蜜。那大圣的智慧，大圣的般若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才是真般若。也就是说，在大圣佛典当中，菩萨呢，他的精神，他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这样的智慧含摄了慈悲，悲智交融，悲智双运，这样的智慧呢，才叫做大圣的般若波罗蜜。那大圣的般若，它不单只有智慧的简别分别，而且它有什么呢？它有信愿，它有菩提心，它有慈悲心的滋润。那圆满自利利他的菩萨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大圣般若波罗蜜。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那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慧啊。那慧呢，戒定慧三学的慧学，慧学它跟般若波罗蜜它是有所差别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说智慧它有它观察的境。慧的所观境是什么呢？主要是我空观跟法空观。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我这个五蕴身心，这个假我，还有我以外的法做这样的观察。前面提到说，慧呢它有许多的别名，比如说忍、智、见、观等等。慧有它的所观境。那主要的呢，声闻呢，它要断烦恼是要观察我空。那慧的所观境有我空跟法空。慧呢，简单可以分成四大类：凡夫的智慧、外道的智慧、二圣的智慧、大圣的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般若波罗蜜，它的功德种类，二谛五碍，二道的次第。另外呢，在般若会上，须菩提呢提了有关跟般若的四个问题。什么是般若？
般若是什么？什么是般若？般若有什么作用？般若属谁？还有三圣共会的要义，也就是三圣圣者他所观察的智慧是什么。那这边就有做声闻跟菩萨他们在观会上的一个比较。那大圣的智慧的圆满呢，这边提到的四项：性智一如、定慧均衡、理智平等、悲智交融。那这个四类当中有三大类是通于二圣之二圣智慧。悲智慈悲跟智慧呢，它是大圣不够。最后一项呢，是跟大家介绍大圣的般若波罗蜜。那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主要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项何谓慧。这个慧呢，在《成为世论》里面，他提到于所缘尽，简则为性，断疑为业。它的体性是什么？就是于所缘尽，简别抉择。这个简别抉择呢，不是凡夫的简别抉择，也不是外道的简别抉择，而是去向于解脱的简别抉择。那这样的智慧呢，是可以让我们去向于解脱的，去向于得到涅槃的。那它是断疑为业，业呢是业用的意思，作用的意思。我们有智慧能够断疑，我们疑有疑什么呢？有疑事，有疑理，有疑事地的道理，怀疑三宝，怀疑业果，这一些都是导致于我们轮回的这个因素。所以慧呢，它能够断疑，我们说断疑生性。在佛法的修道次第当中，信解行证，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升起疑的时候，我们就裹足不前。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这边有两条路，那两条路呢，你不知道要往左边或往右边，你就裹足不前。但是呢，佛法的智慧简别抉择，透过简别抉择呢，你会舍掉世俗法，你会舍掉外道法，乃至于你会舍掉佛法当中的二圣法，你会相应于这个大圣法啊，自利利他的圆满。所以呢，何谓会？于所缘尽，简则为性。这个所缘尽呢，第一个呢，它是断烦恼的所缘尽。我们能够简别抉择，我们升起什么烦恼，我们去缘取什么样的一个所缘尽。比如说多贪众生修不净观，多嗔众生修慈悲观。不净观、慈悲观就是我们的好的所缘尽，这个修定的所缘尽，去向于解脱的所缘尽，得到涅槃的所缘尽。第二个呢，这个慧它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许多的义名。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未成就的时候叫做空。未成就，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未成就的时候我们叫观空嘛。好，观空成就呢叫做般若。我们说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成就的时候就叫做般若了。那究竟呢我们断烦恼的究竟叫无上菩提也叫做萨婆若。所以这个慧它在不同的修学的点上面呢，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义名，就像你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有人出家，出家前有出家前的名字，出家后有出家后的名字，它有种种不同的名称。那所以慧的内容呢它有空观空，得般若，得到无上菩提得到萨婆若无上菩提呢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智。佛智呢，它也叫做一切种智，它也叫做萨婆若，也叫做老般若。那慧以分别抉择寻事为性，
这个在《解深密经》呢里面呢，它也是这样的说明的，分别觉者啊，巡视就是分别，这个初分别、细分别、佛法的分别、解脱的分别、去向佛道的分别，这是慧的一个定义。前面也提到说，这个慧呢，在唯识学里面呢是五别尽之一，它是通三性，善慧、恶慧、无忌慧。慧如果说鉴别抉择的错误，那就叫做见了。所以我们说慧智智慧嘛，哈，上次提到的八智十智，世俗有世俗智，凡夫有世俗智，凡夫的世俗智呢，他鉴别抉择呢没有得到解脱的智慧啊。好，所以呢，分别抉择巡视为性。接下来呢，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慧的所观境。那我们要产生智慧呢，一定要透过观察。观察，这个观察就是分别抉择，分别抉择的正确。那要分别什么，可以让我们升起解脱的智慧呢？两个，简单的说，观察两个，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法。我是无我的，叫我空；法呢是没有实法的，叫做法空。但是我们都执为有一个实我，执为有一个实法，错误的执着让我们产生烦恼。产生什么烦恼呢？因为有我执而产生我所执，产生我爱，产生我所爱，产生自体爱，产生境界爱，这一些让我们升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这个三毒导致于我们轮回。所以呢，慧的所观境，观我，要观我空观，观我以外的法叫做法空观。怎么观呢？我是五蕴的假合，这个我是一个假我，佛法说无我，无我是不共于外道的一个真理。但是呢，我们都误为有一个我，有一个实在的我在轮回，这是错误的。那所以呢，智慧的观察它必须从我去观察，知道我是五蕴的一个合合。五蕴呢是有五个法，色受想行识，五个法，它不是单一的独一长恒不变。我们都把我呢当作恒常不变，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的存在。所以慧的所观境，第一个呢，我空观，我是五蕴的假合，没有实我可得。那在佛典当中的观察方式呢，可以简要的说呢，两个，第一个呢，即蕴无我；第二个呢，离蕴也没有一个实我。即蕴无我呢，就是在我这个五蕴的当下，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无蕴不是我，无蕴只是因缘和合的假我，它是无我的。那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呢，也无我。那基本上在我们记着有一个我呢，不是把五蕴当成有一个实我，就是离开了五蕴之外还执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即蕴即我，离蕴即我，扩大的说呢，有五个地方你会升起我执。那这个呢，在《十住毗婆沙论》他就有提到了五求门这个五求门呢，我们在五个地方，我们去求有一个实我是不可得的。那五求门的内容其实也是即蕴无我跟离蕴无我它的内容。那五求门的内容是众生会执为五蕴为我，就是这个五蕴呢就是我，这五蕴是五个法，
我是有主宰的意识长恒的意识它跟我的定义是违背的。所以呢，第一个呢，他求五蕴为我，其实五蕴是无我的。第二个呢，我有五蕴，这个我有这个五蕴，这个也是错的。第三个，五蕴中有我五蕴中有我呢，这也是错的我中有五蕴，这也是错的。还有离五蕴有我离开了五蕴，还有一个我的存在离五蕴有我。离开五蕴还有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都说有一个我然后 会怎么样呢？灵魂出窍那个出窍不知道出到哪里去那一个离蕴有我，在佛典当中呢，说我们这个我是不集蕴，不是这个无蕴哦，也不离蕴，也不是离开无蕴有一个我，是不集蕴不离蕴的因缘和合刹那生灭无常的假我。那我们也常说那无我，那为什么常常说我我要来上课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那个我叫做什么呢？假我，不是有一个实我，是刹那生灭的假我因为在世间你必须假名安立假名安立有一个假我。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观我空观；第二个呢，慧的所观境是法空观。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我没有一个实我，那我以外的法呢，有没有实法呢？也没有，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生，它就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也灭去。一切有为法，它都是生灭的；一切有为法呢，都是生住异灭。一切有为法，既然是生灭的，它是无常的。无常的，如果以有情来讲，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无我所。那众生呢，他只为有实我，有实法。其实一切诸法呢，因缘生，因缘生，因缘灭，无有实法可得。那在大乘法当中，他对法的观察呢，他用四门：不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不自生就是法呢，它不可能自己生起，单一因缘而生起，不可能，它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如果它单独它自己的因缘可以生起，不用其他的因缘，它就会不断的什么，它就不断的生，生就会无穷啊，这在逻辑上呢是不通的。所以呢，不自生，既然不自生，它就不会有一个他而生，也是不会有的。那共生呢，既然不自也不他，这个共生就是一加二的共生也不会有。第四个呢是什么呢？无因缘生。无因缘生，它突然就生了，会这样吗？不会的，邪见，不会有无因缘生。那这个四门不生呢，前三个是有因缘生，第四个是无因缘生，这一些的生都是错误的。一切诸法因缘生因缘灭，不可能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这个是在用智慧观察我，我空，我是无蕴假合，没有实我可得。第二个呢是法空观，诸法因缘生，没有实法可得，没有真实的法常住不变，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从智慧的观察，如果你能够观察到我空，也能观察到法空，它能够去入于诸法的实相，就能够去真理解脱，能够体悟到诸法的真理，体悟到诸法的实相。那在这两个观法当中呢，声闻法，二圣的行者，二圣的修行者，他主要是观察我空啊，他进取观察到我是一个假我，是一个生灭法，是一个无常法，是一个无我法。
从无常诸行无常啊，这个诸法无我的体悟的正见正思维当中去入于啊解脱涅槃的涅槃寂静。所以我空观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空观的观察当中呢，也就是说观察这个五蕴身心啊，这个假我。那我们在观察这一个有情的时候呢，我们说有情的说明在佛典当中分成三类，叫五六六，五蕴六处跟六界。五蕴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啊。这个假我是由五蕴所组成啊。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苦，表示我们没有用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是照见五蕴皆有，啊，而且这个有是一个实有，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苦的存在。这个有情五六六，第一个呢是用五蕴去说明，那五蕴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名色。无蕴的色蕴叫做色，受想行识叫做名法，两个加起来叫做名色啊。名色就是无蕴，无蕴就是名色啊，大体上可以这样子归类。所以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我们讲到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什么呢？名色啊，名色就是无蕴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如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可不可以说照见名色皆空啊？也可以嘛，哈。那这两个哪一个大家会比较习惯一点？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啊，名色皆空就有点卡卡，是吗？哎，为什么不一样？还一样还是不一样？是一样，名字不一样。但是呢，会不会觉得怪？会觉得怪嘛？哈，是谁怪？是我们自己怪。哈，我们是少见多怪。我们在上次跟大家介绍啊，上一次上课呢，跟大家介绍了三部论的修治，大智度论的二到五菩提，俱舍论的八字跟十字，还有清净道论的三学七清净的十六个观字。在清净道论的观字当中，它是观五蕴还是观名色？它是观名色嘛，哈。十六观字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叫做名色分别字。可不可以说，如果我们给它改一下，可不可以说清净道论的第一个字也叫五蕴分别字？会不会？可不可以？语词的话有没有一样？语词的话很，其实五蕴就是什么呢？五蕴的内容就是，其实它就是名色了哈啊，其实就是这个五六六了啊。五蕴或是叫做六触嘛啊，或是叫六根嘛哈、啊，眼耳鼻舌身意，或是叫做六界，地界。水地水火风空四好六界。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可以用五蕴，可以用六处，可以用六界，可以用名色。那这边呢，我们在修我空观的时候，我们要观五蕴皆空，我们要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在上一次清净道论的它的修法呢，十六观字，它其实呢它也是观察这个有情，那它用名色嘛哈。他说我们要观这个名色去分别他第一个是名色分别智，第二个呢是缘色受智，第三个叫思维智嘛哈。思维智他说要思维几项？三项。哪三项？无常苦无我。也就是说你要思维你的名色是有三个内容，你要思维你的五蕴有三个内容。哪三个内容呢？无常苦无我。也就是说你的名色是无常的，
你的名色是苦的，你的名色是无我的。如果套到我们心经的这个系统，我们的无蕴是什么？无常的。无蕴是什么呢？苦的。无蕴是什么呢？无我的。如果再加上心经的照见无蕴皆空，所以无蕴呢，它有四个内容。无蕴是什么？无蕴是无常的。无蕴是什么呢？苦的。无蕴是什么？无我的。无蕴是什么？空的。无蕴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可不可以说我们的无蕴的名色，名色是无常、苦、空、无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吗？哈，你们比较习惯哪一个？还是比较习惯无蕴是无常、苦、空、无我是吗？南传应该会比较习惯名色，名色它是无常、苦、无我。好，那不论是南传、北传，他要观察这个有情，观察这个无蕴，观察这个名色，观察这个六处，观察这个六界，都是一样的。他无常、苦、无我、空，那这是正确的观察，慧观，智慧的观察。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讲到般若，用般若的智慧观察。那这个观察呢，这是正确，这是错误的。那这是凡夫，凡夫呢把有情的五蕴的名色，它记为什么呢？无常记常，把有情无乐呢记乐，它是苦的记乐，无我呢怎么样记我？那五蕴呢是照见五蕴皆空，它是空的。但是我们把它记为这个有情是什么呢？它不是空，它是什么呢？是有，而且呢是实有，长恒不变。那这个在小圣跟大圣的观法呢，他说这里提到了如果说以清净道论，它是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那如果说大圣呢，它是这个偏重的呢，照见无蕴皆空，好，无常、苦、无我。所以在大圣法当中，他的观法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空。但是这个空呢，它是不离缘起有。我们有时候在观空的时候呢要不离缘起有。如果你离开了缘起有，就会产生断灭空了。好，这个是我们在观察有情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我们用智慧去观察的时候，我们从这一个有情，我请问一下，这个有情呢是有还是空？如果站在世俗来讲，它是有嘛，它是一个假有。从假有当中，你要观察到它的毕竟空性。好，从有观到空，所以我们在修学般若呢是这样，从分别而证到无分别。从分别当中，我们去知道缘起的诸法没有自性，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自性。自性是什么呢？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永远如此。在有为法当中，没有这样的法存在，没有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永远如此的法。就像有一个我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永恒不变，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当你做这样的观察，在缘起有观察到它的毕竟空，这个空呢也不妨碍到缘起有的它的一个观察。那这是我们讲到要去入于解脱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一定要先观察到我空，这个叫我空的智慧的观察。那当然我们进一步的呢，广观菩萨是广观一切尘刹，他要度化一切众生，他广观一切诸法。
那接下来我们比较四种智慧，在智慧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分别凡夫的智慧，凡夫的世俗智，凡夫外道、恶圣跟大圣它的差别。那凡夫呢，其实凡夫有一些人的世俗智呢相对的也比较高，譬如说世间的文学家、科学家还有哲学家，他们的智慧呢也有他们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境界。比如说文学家他们对文学方面呢有深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他文学呢素养就会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是科学，那对科学的研究深入他可能也异于一般的常人这是科学。还有什么呢？哲学的思辨，哲学家他的思辨呢，他的逻辑呢是清晰的。那但是不论是这里的文学家、科学家或是哲学家，都是世俗的智慧，这些世俗的智慧呢是没有办法去向于解脱的，有的时候呢反而它是一个障碍。他认为这个文学、科学或是哲学优于佛学，那这个就变成他学习解脱法的一个障碍有很多人呢他的哲学、科学文学他的造诣很高，但是却障碍他学习佛法。所以佛学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佛学是最重要？佛学学佛它能够让我们去向于解脱解脱于世间的苦，达到解脱的彼岸，达到涅槃乃至成佛。那第二个呢是外道外道呢他也行善，他也持戒，他也修定。外道的这些智慧他也同样是在三界当中。所以比如说外道呢他有戒禁取，非因即因，非道即道非升天的因，他认为这是升天的因。那他把天呢当作解脱外道很多都把天当作解脱嘛，所以外道的这个智慧呢他也是不究竟的。第三个恶圣的智慧，恶圣呢他有我空观的智慧，他能够观察到五蕴的无常苦无我，观察到名色的无常苦无我他有无我的智慧，有无我所的智慧，他已经去除了我执。但是呢他主要的这个智慧呢是断除烦恼，让自己去向于解脱。第四个是大圣，大圣的智慧呢是大悲相应的平等大慧。这个平等大慧呢就是悲智它能够双运，智慧当中有慈悲慈悲当中呢它有智慧，两个呢是融合在一起。所以呢二圣的智慧叫做偏真的智慧。什么叫偏真的智慧呢？偏向于得到认识真理的智慧，叫偏真的智慧，它偏一边了我们说我们在人的个性当中有理性，有感性有人偏感性，有人怎么样？偏理性。如果慈悲跟智慧呢，理性是属于哪一个？智慧。感性呢？慈悲。大圣的智慧呢是不偏感性，不偏理性，是感性跟理性的合一，悲智交融这边我们等一下呢会提到悲智交融好，所以呢这个四种智慧当中有凡夫、外道、二圣跟大圣。那我们看般若波罗蜜的它的一个特色，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功德。般若波罗蜜
最尊最第一，它是最尊贵的啊，它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呢它是最尊贵最为第一的，没有任何一个法超过般若波罗蜜。因为刚才提到说，若声闻法，若辟支佛法，若菩萨法，若佛法，皆摄入在般若波罗蜜当中，一切的善法助道法皆摄入于般若波罗蜜。解脱之所依，二圣的涅槃依于智慧，诸佛所从出，诸佛呢也是从般若波罗蜜而得到无上菩提，得到萨婆若。刚才提到说般若是诸佛母。那第二个呢，在般若的种类，我们上次也有约略跟大家提到过了啊。它简单的说可以分为世俗般若跟圣意般若。这个圣意般若呢是已经证到诸法实相的，那要证到诸法实相呢，要透过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才能够去向于实相般若。实相呢就是知道诸法的真理，知道诸法的真相，已经不是只有文字的理解或是思维的它的比量它是已经证到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个体证。所以这个般若呢，这两种呢一世俗般若，然后达到圣意般若。佛依二谛说法，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所以我们从世俗谛的修学，从文字般若的修学，然后去观照，然后得到实相般若。那在这两种般若当中，分为文字观照跟实相。世俗般若在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它属于世俗般若。那实相般若呢，就是圣意了。在这三种般若也可以配合文思修的三会或是现证会的四会。那这个文字般若呢，它的内容含括了文思会。观照般若呢，实修会；实相般若是现证会，文思修也是一个修学的次第。世俗般若、圣意般若，这是一个次第；文字观照、实相，这个也是一个次第。文思修证，这也是一个次第。那在这个四种会的修学当中，又可以配合四欲流之，欲流出果。你要进入出果呢，你要修这四个法。这四个法是什么呢？它配合这个三会。闻会呢，我们听闻佛法呢，一定要怎么样呢？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是谁？佛还有佛弟子这些说佛法的人。亲近善知识，我们要依法不依人那我们要听闻正法，我们要听闻正法。什么是正法呢？生灭法、无常法、无我法，这是正法。这是声闻法。大圣呢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法，观法性的不生不灭，这一些才是正法。由闻知诸法，由闻遮众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乃至以闻的究竟，闻大圣法的法性的不生不灭它能够观到烦恼即菩提，生灭即是不生不灭，二谛并观它能够得到无上佛果。那听闻正法呢，要依义不依语要依语它深入的解脱的意涵。那第三个呢，它是配合思慧，这个思嘛，如理思维，思欲流之的第三个如理思维，闻思修正。这个思叫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我们不要依于不了义的这些方便说，要依了义。了义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直接契入于解脱，这是了义的。要如理思维。这个思呢，我们说正思向于愿，向离欲即灭。正思，什么是正思维？不是想一想，我都有在想这样叫正思维，不是。
我们要正思向于厌，我们要升起厌离心，我们要厌离时间，要厌离三界。正思向于厌，向离欲，我们要离无欲，我们要离男女欲，我们要离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种种的烦恼。正思向于厌，向离欲即灭。向于什么呢？你的思维都是向于即灭涅槃的，也就是说你向于解脱法。大乘法呢是向于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大乘法当中，我们说修学任何一些法都要回向于无上菩提啊，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如理思维修慧呢啊，它要跟定相应，法随法行，它要依智啊，不依事啊。我们说我们要转世成智啊，在上次有提到的，在文士学里面有转八世成世智。那这个是般若的种类，它有两种、三种、四种，配合四依流支，还有四依。那般若波罗蜜呢？它这边也提到了这个二谛无碍也就是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依熟谛呢，才能够得到真谛；依真谛呢，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依熟得真谛呢？如果以世俗来讲，世俗呢的一切法都是假施舍啊，都是假施舍。那这个假呢，在佛法当中啊，在大智度论啊，它分为三假：名假、受假跟法假。也就是说，我们世间的这些法呢，都是假法；这些有为法都是假法。那世间法都是假法，好，我们说世间的因缘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什么呢？假名，意是中道义。它意为是假名，因缘所生法，世间因缘所生的有为法，它是假名，假名安立的。比如说，有一。我的名称叫做安慧，它是一个假名嘛，哈。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叫做美丽，啊，他是假名，他的名字叫做什么？美丽，他真的很美丽吗？有时候你看一看说，哎呦，哎，名不怎么样？名不虚传啊，不是名不符实。他因为他只是一个什么呢？它只是一个假名嘛，所以呢，这个假呢，我们说名假、受假、法假，世间原来是假名安立、假施舍，所以名假、受假、法假，你很假，那这个名假呢，就是名字名称是假施舍，譬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叫美丽，他不一定就是美丽，他只是假名叫做什么呢？美丽。那受假呢？受假是五蕴，然五蕴成为众生。我们说这个众生是五蕴和合，它其实是一个一合相啊，它是一个一合相，它是一个复合物，它没有一个实我可得啊，它叫做什么呢？受假，它只是五个元素的组成而已，它是一个一合相，它是一个复合物，所以呢，它叫做受假。法假呢，比如说五蕴，五蕴有五个法嘛。色蕴的这个法，色受想行识的这些法，分析到最小，其实它也是一个假法，它没有一个实法的存在。好，所以呢，我们从世俗来看呢，也可以用假施舍的三假去观察，因为一切都是假名施舍的。它用名假、受假跟法假。那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呢，就可以从这个因缘有体悟到毕竟空。那这个假名施舍，你看他也是观察五蕴哦，也是观察这个有情啊。那我们在上一次呢提到的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提到二道的次第？般若道跟什么呢？跟方便道。般若道呢，我们提到了五菩提嘛，哈。信愿慈悲智慧，
的这个他的一个修法，他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啊，他侧重在什么呢？法空跟我空的体证啊。上次提到说般若，我们有这个般若的智慧，断除烦恼，般若啊，要进入到毕竟空，证入毕竟空，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那这是般若道，第二个是方便道。方便道呢，是侧重救济众生的大行啊，就是慈悲行的啊。那这个是不共于二圣的啊，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身啊。这个般若道是从假入空嘛，哈。那方便道呢？从空出假，从空你证到空性当中，要出到假名的世间去利益众生。你如果一直在空中，哦，你如果一直在空中，像二圣他证到空之后呢，就入涅槃，入涅槃之后呢，他就解脱了，也不是坏事，但是如果说你证到空性之后，你还有那个大悲心的这种力量，你从空出假去利益众生，众生就有福。所以修学佛法呢，这个大圣的般若波罗蜜，悲智交融，这是它的特点，这是它的特色，那也是 佛陀说法的一个本怀。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须菩提般若会上的四个问题。那佛呢在说般若波罗蜜的法会上面有一个声闻行者叫须菩提啊，那他问了四个问题啊。第一个呢，何者般若？佛说的般若是什么？那这边有三个啊，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那这三般若的内容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它含摄的内容呢，非常的广。那第二个呢，何名般若？它为什么要叫做般若？我们说般若哈，它是为正相应嘛，啊，他说般若呢是能所不恶的实相，啊，离诸相不可言说。我们说正道的那个诸法实相的那个智慧，正道的那个真理啊，它是无分别啊。现证的那个般若呢叫做无分别智啊，那正道的那个法叫无分别法性啊。这个无分别从哪里而证呢？从有分别，有分别的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所以呢，我们从分别而证到无分别。好，那这个无分别它是能所不恶的实相，离诸相不可言说。照理讲那个为正相应的般若可说不可说，比如说他证到真理可说吗？不可说。好，他不可说，但是必须安立名言才能够化导众生，为了化导众生须言说。所以呢他就说了文字般若怎么样修正达到涅槃，达到解脱，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说般若定实相，它是诸法实相，那智慧浅薄不可以称其实呢般若呢是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一切相，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它是离一切相的。那我们要用一个名字呢去说明般若，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为了化导众生还是要说好，所以呢何名般若？它不可说而说，不可说而说。比如说我们说禅宗有没有哈？禅宗他说可说还是不可说？禅可说还是不可说？
其实禅哦讲的最多哦，它有一个叫禅藏，啊、哦那一大套很说的很多啊、哦。好，这个是和平般若，第三个呢是般若何用？啊、哦，就是般若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正真实已入解脱，啊、哦，般若这个以自利为主，就说我要。啊，断烦恼啊，才能够证入于解脱。断烦恼呢，必须要有般若观无我，断烦恼证解脱，这是第一个呢，它的作用，证到诸法实相，去入于解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导万行以入自海。导万行呢，我们说般若摄导万行啊，万行庄严般若。那般若呢？啊，导万行以入自海。导万行，比如说我们说前五度如盲嘛，般若怎么为导啊？那我们这边也会提到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如眼，五波罗蜜如盲，所以它能够导万行啊，导一切的善法。导一切的善法呢，进入到般若波罗蜜当中，啊，大圣般若呢，重在利他的万行，所以呢，这个偏重在自利，正真实以解脱；这个呢，偏重在利他，导万行以入自海，自利利他的圆满，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啊，它三心相应，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的性空智慧。般若属谁呢？啊？般若他不属凡夫，他不属外道，不属恶圣，他属菩萨。我们说刚才提到说般若波罗蜜是自利跟利他的圆满，那谁在实践这件事情？菩萨。所以般若波罗蜜属菩萨啊。那他这边提到说约实相般若说，这是三圣共证的。我们说我们都要依于般若而证真实以入解脱嘛，哈。如果说我们以证道解脱来讲，声闻缘觉菩萨都证到般若，这是共证的。好，那这个般若呢，既属于三圣的圣者。如果以证道诸法实相而说，般若是属于三圣圣者所共有的，但是。他说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十位教化菩萨即属菩萨，菩萨的他的信愿，他的慈悲，他的大行啊，他是圆满般若波罗蜜的自利跟利他的内容啊，自利利他的圆满啊，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般若属谁？般若不属凡夫，不属外道，不属恶圣，但属菩萨。那这是我们讲到须菩提啊，他在般若会上的四个问题。那后面呢还有点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